林演唱会唱到笑场，玫瑰少年遭删，网红毫无道理。蔡依林《Ugly Beauty》巡回演唱会二号来到长沙开唱，怎料却遭眼尖网友发现没有这首歌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但是我还是想唱。你是说这首歌吗？玫瑰少年这首歌九零一夜永志的故事为核心，听性别少数群体发声，但在对 LGBT 相当敏感的中国，这首歌可说是相当危险。九零其实在广州场曾演唱过这首歌，并点起彩虹灯，但后面几场演唱会彩虹灯被砍掉，长沙场《玫瑰少年》这首歌更不在歌单内。没关系，佩姐，你不是第一个被禁歌的。网友忍不住开算，被砍的毫无道理啊，歌没有问题，敏感的是人罢了。遗憾是《玫瑰少年》没唱，无语的是怪美的被疯狂改歌词啊。九零在现场更演唱多首经典歌，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我喜欢你叫我真的喊我的名字，没有想到你们会来这招哎。